내가 빠오. 대성님. 약간 능상 조심하. 那不行，我看后面也可以。你前面去卖就好。莱克，我就说了。那个马里奥在哪里？这把我没打。在哪里啊？暴击。现在你们是不是暴雨状下雨状态就能迷路？是啊，我想说这种情况。快过来！哇，这牛！又刷一波了，又来了。走吧，我看羊走了，跟了。妹子不用搞，走。妹子把灯关掉。啥？别急，别急，着急不？不能。这边留下来。啊，你要不吃药，要不打不？在，这有根针呀！快点！我下去了，已经。哇！我走错路了，还行。错了，真的，我走错了，刚才。这能怪我吗？哎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妈的，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别急，丢个胆子羊。那你们跑完全部跑，让他一个。吃药，走，他打车，下，赶紧，后面，这么简单的肯定是机芯，好吧，这样他妈打的才机芯，好吧，不要再重开了。大枪直接告诉我是不是？有三十连我拿到，我直接开了回来了。你们在现在物体里安全物理，有一本事，对吧？接应我一下，
水里面。 这里有那个，这里有三连发。没火吗？没火，玩这个游戏的不行。哦，火火火火！那上面有个胆子啊！快点快点，危险这里。前后刷的，一个人看到后面，还看到楼梯，这里刷，掉了。
待会开激光去那个上来的地方守住你，抄近路直接抓，操！不给你机会。 小心，别去了。没刷，卡住僵尸可以，卡住僵尸行。你们干嘛卡位？刷。看一下我。妹子在上面。在这里打就好了。可以把卡住一吨的挂，让他卡到那里去。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刷。 菜市场一样，你那里。现在没到，让他提高的钱，要我去卖。卖完再卖完再去卖。卖掉。对对。 可以，你给我干掉。妹子在上面，在我头上。过来。看看，别那么吵。妹子蛋，我操！我打过的。 妹子在前面，我去拿个烟分，秒我，秒我，你别去前面。嗯。哎呦，没有我这个，谁拿了我的三十连？哦，算了，我拿，我拿吗？哦，拿。在桌上了呀，我的三十连。我的，我秒妹。走。三十丢一个，三十丢一个。我丢。 后面会刷的，没打完了，不要这么快。 后面说，差点把他撞下去。别，你要不撞，你直接撞下去，撞他不行。我没事，我早就倒了。没事，退，有牛，退，出来别走，退。没有后面。 有！哇，我搞的那个，没事，不管，被他了，我过来。哎，接不了，好，接不了。打针都不够快。没电机啊。 还走多久吗？他到没有？中了，中了，到这里吧。对，感觉又要拿一波，要不要直接扔篮子？可以。扔给牛，主要是用个牛就行。来。
这一波不敢来了。来，你跳下去找杨洋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有个妹子，让连分去前面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已经就是把他给打掉就好了。不要管了，妹，走吧。有残留。哦，还有很多路啊。小心。怎么总算过了？那上个厕所赶紧一连这边把他过了。嗯，啊，要死要活，操！来，全体上厕所。我不想日晨晨的，我想日这个坐骑。晨晨好好学学人家是怎么做的。这才叫有创意。下面这个火型的刚刚有鬼知道知道好就扔火。而且不是，我说下次玩丢个火就行了。我说刚刚叫你丢，那收图料。咋知道？知道我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我说这把再这样子丢个火。是啊，我知道啊。第一次就被爆了呀。人总是有那么第一次的。是呵呵，要不要打远卡呀？追我的，追我的，追我的，追我的！你别挡他路，挡他的，挡他的。这里，出来！怪清哪里？别被一分残都拍下去了，拍下去。还有小娘专家难度怎么可能一拳拍下去？给爷死！妈，我低估这图的难度了，我甚至还想打苗族。为啥叫黑血？这个作者本来就有黑血。这里要刷一波。这个作者流淌的是黑血。来来，看看看看看看看。哎，还是这条路。走吧，过去就好了。哎，可以啊，还是这条路可以啊，你火打死都别丢，不行啊。啊，那你先有胆子你打吧。打死都别丢是吧？对啊，你现在可以守。又来又来，你打你把他打爆行。或者是。不过他这么一口应该挺好，这两包这有点好，我觉得很用心。我就怕你，哎，可以啊，不要让你留装个蓝星。好，出去，出去吧。啊，还在走吧。没事，没黑人多少血，九滴血而已。有舌头。哇，这舌头在上面屋顶上。这里有土雷。又要冲激光了，嗯。哎，我可以丢个土雷啊！来来来来，拿胆子。不，我说凯文来拿胆子，土雷比火好合适。又是这里，又是这里，又是这里，又是这里。哎呦，有什么好？又是这里，又是这里的。我巴不得这条路好吧，这条路简单点。太快了！要走楼梯下来，真快。又啊！
推上来了。我靠，他必须得下去。嗯、完了。他那有个东西怎么办？什么必须得下去？有另一条路吗？有另一条路吗？应该有另一条路吧。哇，必须得下去。这怎么办？来个胖子。有个药呢。要卖一个人。有个火行不行啊？你这他这个东西，只要你要下去一个人。妈呀！有病啊！必须下去一个人。打不烂。下去一个人。好、啊，打爆 ，OK。搞定。哎，可以。Nice。垃圾队伍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两丈。妈个！我们是道，不是魔，烦了。魔高一丈，道高一尺。我都忘掉。作者才是魔，我操！好，烧没了应该。还在烧。有火的下去吧。我下，等等。我跟着你下去。哎呀，没有了，可以了，没有了。全搞定了。哦，又来了，有烟火。有火，给我掉。还在刷。哇！搞什么？没事，我不会打的。往哪走？感觉杨洋这条路是对的吧？啊，对。杨洋这条路。我跳下来。他又被石头挂的杨洋。哎，别牵着鼻子走，这感觉真不爽。这还要开什么？太好了。我还有电，我操！你们自己赶紧。哎，这个垃圾地图惨，玩过都说屌。怎么累的要死掉了？被我低估了，说什么精神都可以。低估吊关的难度。找到应该早点想撤的，这么怎么想都没想，一直跑一直。你挤我，我挤你。嗯，没事，我很小心，我可是午夜党。ありがとう。你把慢慢救吧，哎，不要一起挂边了，一起挂边救不了你。哎呦，天！太快了，哎，慢慢抢。你现在是哪条路？正路，应该是对的。哎，不是你靠，为什么直接跨过来就行了？直接往那个空的地方。对着外面跳。对着空的地方跳是。去你奶奶这个腿！怎么跳？千万别跳这罐子。这里。嗯。我被杀掉了。懒得直接跳了，烦死。稍微不注意要下去，你不要走那边，那边会触发，注意啊。那边，一桶一桶运，不要那个，一桶，别把油桶扔地上了，不然少半天。楼全部都扔楼梯这里好，要不别留下手，扔就是进房收就是，一共十二桶。狗逼，你不要丢下丢下的是啥？这里有系统吗？哎，你往哪？我靠！我拿这把枪，哦，看到又看到一个，我有车。有车里吗？往楼梯扔呢。我这里，你后面又有一桶。多少？往这里扔。又丢过来一桶。哎呦，累死！吊关打的妈的精神恍惚。
外面去了。可以用几桶吗？我觉得12桶，12桶。有吗？我说有吗？这里少桶。我说一共12桶。别提前挂没用的。我知道。不要不要不要那个，这里明显不够。明显不够。我靠，这咋怎么搞啊？9桶。在哪里啊？还有13桶在哪里？飞机场那边有一个，拿了没？拿。不知道。9桶，然后这里还有1桶。我拿了呀，应该。拿了。是不是丢到下面去了？我在想。没了，我丢下去啊！起码再拿个2桶啊！开吧开吧开吧，试试看吧试试看吧。哎，这里有1桶，哇，你们丢！别！2桶没事，2桶浪费时间。2桶没事。我去拿个骰子，转在路上了，我靠！扎针我不小心的。上我不小心的，丢个火，后面丢个火，丢个火，差点拉下去，哎，不都有吗？都没看到还有哪里还有，我们还差2桶啊，嗯，没有了，什么鬼啊？没差2桶啊。回去。上面，在上面，在上面。再丢一个。这里2桶。哎呦！我看看，我这里能，我这里给你们丢下来，你丢下来，我这里给你们丢下来，你们拿。我丢下来了。来，又下来了。这里守一守就行了。等到第一只客，等客出来才会去。哦，飞机来操！来了呀，飞机！还出个毛的客！哎，这个特感卡到哪里去了？狗逼！把拉起来，行吧。把特感被我们砍了，还是我觉得我们不够。啊，忘了上面还有2桶，打的神志不清那有。我没拿过上面。嗯，上面的又不难。我还怕，要不要走到很下面去拿？而且就算上面刷了又如何？自古 CP 不抬头。我们像我们这种，不是，我感觉就算我们没有拿，我们这个特感会刷到。一直在看下面，回到上面。这特感全部在摸死。你看他妈刷了7次特感，这么久没拿。这个只要走那表情，你要正常走，可能这个特感不会觉得有点。嗯，这个冲击是不堪入类。我想打了呀，掉光。我主要是太低估了。哦，可以，恢复了。这直播都恢复了。午夜不打烊的都有。什么？直播恢复了，都恢复了。什么直播恢复？就是结束了呀。别的直播。哦，那个哀悼结束了是吧？咋回事啊？这黑枪应该是插兵没伤害那一种。什么东西啊？黑枪了。哼，你们的黑枪
说快要20了，这个爆头我操，有点恐怖。我的嘞就没有再关。啊，我的爆头率就要20了。哎呦，累死！厉害厉害。垃圾。下了。第二关。好，下，拜拜。明天不打，明天休息。明天我是值班，打不了。明天我约凯文去跟猥琐他们打死。嗯。哦。